这人在这喝着小酒，你潇洒呀你？今天咋想起来请我们娘俩吃饭了？还到这么好的地方？心情不好。怎么了？心情不好？没事没事，出来吃个饭吧。不是吧？你这小啤酒还喝着，这好像不像你的本色啊！你都节省成那样了，你舍得请我们娘俩到这来？吃饭能花多少钱？到底怎么了？你好像很少有心情不好的时候。缺钱，缺钱了。跟钱有关系啊？被交警当了。什么？被交警罚了。啊！罚了多少？罚200元。怎么了呀？怎么了？违章了呀。我知道，怎么违章了呀？实线变道了呀。你看看你，哎呀，过没事儿没事儿。你常在河边走，你肯定会湿鞋呀、啊、这个没事儿，只要我们安全全的就行了。你这是我白跑了呀，生气我了，生气。你自己错了你还生啥气呢？以后注意一点就行了呀，你不会喝酒就少喝一点。借酒消愁。好、哦、就200块钱至于吗你啊？就愁成这样了，能拿钱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啊。我们人平平安安的健健康康的就行了，以后注意一点啊，不要想不开。200块钱。哎呀，这你点了吃的了吗？点好了呀。吃点好了。米管、嗯、高不高兴？高兴。爸爸很少请我们出来吃饭啊。他说他也很高兴。他说的。嗯啊，烤鸡翅，米果的脆，而米肠，吃吧，米果，小心烫啊、哦！还有啥？还有啥好吃的？后面还有好多。哦呦，那你今天这是大出血啊！哎，吃吧，好好吃啊！就这点吃的？不够吗？这么大一盆泡饭了，多好！你看这个，这三个能把这一盆吃完就不错了。我还想吃点别的。你把这吃完，要是不够的话，你再点好吗？我不想吃汤饭，我来这我不想吃汤饭，我想吃点有味儿的东西啊。那是。哎呀，酸汤，汤饭好喝。你脸都喝红了是吧？喝了一大，喝了还有三分之一了。我跟米果喝的饮料。哎呀，问题就是这两个菜有点少呀、啊，这个。够了。不过我们刚才还吃了三串鸡翅，这邱总难得请我们吃顿饭，不管多与少，是他的一份心意啊、哦，是吧？家常便饭嘛，就吃就行了。然后这里面灯光主要是五颜六色的，蓝的、红的，把人照的也都是这种颜色。嗯。菜也是这种颜色。我是红色的。你别说，这汤饭还挺好吃的，这汤饭。哎呀。这是正宗的酸汤饭，面筋筋的，这么大一桌子上面摆的全是茶杯呀、盘子呀、瓶子呀、碗呀，就是没有吃的。大家看，吃的少吧？大家看这一桌子，全是瓶子碗。